你们谁啊？要不是在歌厅外头的咖啡座上遇见，我还不知道他常驻云锦了呢。之后就有了些。 正常的来往，他喜欢小孩，所以经常到我的幼儿园来。我们也就聊聊家常，说说话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听说你怀疑我俩有奸情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就想着策划那么一出闹剧，教训教训你。他要是没被勾引，我就拿暧昧场景吓人；要是被勾引了，我就假戏真做，我豁得出去。问题是豁出去了，我还未遂。 我说的够清楚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运京啊？拜托，叶霞的脑子不比我妈好使，所以你就故意设计整我，是不是还想假戏真做呀？你有病吧你！睡你老公边上的不是我呀！ 你出来嫖娼！你说什么呢你？你我怎么了？我说，你有必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吗？华莲，你才剩几个钱呀？啊，就开始饱暖私淫欲了是吧？那你得问你自己，你这个当老婆的当的合不合格？能不讲话了吗？你们都别闹了，你们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呀！都抓现行了还解释？ 信不信我报警？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俩？对，报警，报警了才解气呢！你们给我闭嘴！把话说这么难听干嘛呀？什么嫖娼啊？我就是一个点歌的，我没这个服务。哼！那你们？对，是我自愿的，因为我喜欢他，我爱上他。 花仙是个好人，他一直都很照顾我的生意，每回来都点我的包间，也不像别的客人，喝多了就爱动手动脚。相互熟了，我们私下也愿意坐在一起谈谈理想，聊聊天什么的。你是他老婆吧？听说你有一个5年不要孩子的计划，让他很有挫败感。 哼！你跟我都没说，你跟他说，他没跟我说什么，他都在说自己没能力。你做老婆的不尽义务，他却责怪他自己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好男人，所以我爱上他了。小薇，我们是爱情，我每回上床都是自愿的。
警察来了我也这么说。我不是三陪，我是跟你处感情的。阿莲，我要你告诉我，你跟他究竟什么关系？他长那么帅，他需要花钱找女人吗？华伟林，我要你自己说。报警，必须报警。他不是做这个。真行，你就算跟顾小薇出轨，我都觉得还有仗可谈。现在让我手足无措，太让我心寒了。连搞个婚外情，你都搞得那么卑鄙！谁呀？我是曹露，孩子们都食物中毒进医院，你赶紧出现吧。什么？我马上回去。干嘛去啊？你管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你们以后谁都别烦我，你们这脑子破事我没心情管。Thank you.